彩头彩头，速度彩头速度啊，老子没上野上了啊。是不是血亏啊？我操！血亏血亏，血都亏出来了。打帮他打个闪，他妈毛都没有一根了。我自己很伤了。螳螂也交闪，螳螂也交闪，互换闪。相当于互换闪现，杀很不断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怎么也怪刷这么快啊，兄弟！舒服舒服，服输服输，就投他野，他能炸了。他这里是不是有个野啊？没有看到的，他是不是有个野？我别野，还要等十多秒，这个野怪等十多秒，要不要等一下呢？肯定要等十多秒。旧账了，完了完了，被看到了。多反他一注意。想到好主意了吗？肯定不如直接回，他妈浪费时间。我这样子玩，虽然他难受，但是我自己也难受啊。其他都市的人他妈在发育，我跟螳螂自爆。等于说这么玩，我和螳螂自爆，而其他都市在发育呢。等我了，然后先觉得我是在虚张声势吗？看文哥吸啊，看好文哥怎么吸。进去。牛逼牛逼，在旁边挨打，在旁边挨打。把头埋低。在旁边挨打。操你妈，怎么这么狗啊，怎么这么狗啊，兄弟他妈的什么意思啊，我爸成交了，这什么鬼啊，被这种菜逼踩头啊，什么鬼啊，运吗，他妈为什么要被这种菜逼踩头啊，An enemy has been slain.
被动菜你要踩头是吧？是什么？让我去干，看你什么行。你点阵在路上不来是吧？牛逼牛逼，点阵在路上不来啊！确实被恶心了，别那么久心慌，我来一下。瞎眼吧！想到好主意了吗？他妈，我不去把你搞死我两次哦！让老子连死两次，让我丢丢大你，让老子丢大你，被动钻石踩踩头啊！让老子丢大你。不能回啊！我回去我也去下面也去救没了，错过了。回去也去救没了。Shut down。我这么出的，一个受益者加一个半甲虫。样兵先进来，样兵先进来。美丽。这样子他就找不到说我出现的理由，让兵先进场，不要卡了半天。我可没有刮胡子。他就找不到分我的理由。那他妈兵先进塔不吃是吧？动手！呜、哦，这样子不死，死了就是死了，给我吃波线啊！我操，这样子不死啊！啊，这样子赖着不死啊！兄弟，能帮看一下吗？好难受啊！为什么被这种垃圾踩头啊？什么情况啊？他刚才不缠，缠的不能再缠了，不回去那也是赖着不死的。刚才缠的不能再缠了，他妈怎么还过来反杀我？不用菜鸟踩头啊！能被这种菜鸟踩头的，没看懂啊？被菜逼这样子踩头，
被菜逼，像是彩虹啊！等住，等住，你不要玩了，等住，等住，等住！菜鸟双红，我可没时间胡闹。防御塔护城即将倒塌。You have slain an enemy. 你在玩什么呢？我发现黑色玫瑰的很喜欢喷人啊，不懂为什么，我感觉黑色玫瑰的很喜欢喷人。Oh my god！懂的，我真的感觉黑色玫瑰连着几把都是喷人的局，我不懂为什么打打几把都这样，全是喷局。全是喷子啊！麻烦不断，根本不需要控龙，根本不需要控龙，赢不了。打他应该挺痛的，还是他去一声不放打他挺痛的。不想控制人了，我要杀人了，我要发育杀人了。想到好处，小袋螳螂，小袋螳螂啊！我可没
牛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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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子死了，谁都不来他妈我有大招他死了，如果谁都不来整个大他打不过啊，我大招准备好了，被他单吃吗？那你那我后面没单吃你是吗？妈后面没单吃你也去把你翻烂了。这把是谁赢？那再说，是我赢还是螳螂赢？讲句话，我要认真打了，我要认真打了。马上就打，我要认真啦，放松伙计，我要认真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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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都没认真打，我要认真打不才爆炸头，只要我上位用十分之二的力气你他妈就打不赢我，知道吧，用那我用十分之二的力气你就打不赢我，速九，兄弟来不及，我要发育，我要发育起来，发育，带你们赢。杀绝。Enemy double kill。野狗，香肠野狗。香肠野狗。
我说到这么晚有作用，就有作用。你是只要打出一波效果，对面直接他就烂了。我这样子发育了啊，只要一波来一次效果就慢了。他们要先嘲讽我呢，干他嘴巴好贱啊！让他们先嘲讽老子。该算的旧账。为什么要先跟我互动？我不懂为什么。又没有本事，有本事你打回来行吗？我不懂干嘛要先跟我互动。感觉黑色玫瑰喷子好多，连成三把喷子的，喷子太多了。一般把我们的很多啊，黑色玫瑰，黑色玫瑰这种钻石、观音那种，特别多喷子。前一把我是没有互动嘛，前一把我没讲话，他妈队友喷我，我不去帮他抓，他直接骂我。前一把这样子。前一把也是这样子啊，这样子死啊，兄弟！害怕，感觉还是有点操作的。上个赛季钻石的，还是有点操作。他是怎么没死的？我没看懂，他是怎么不死的？他交闪了是吗？我大招确实感觉中了那位置，不能交闪还是怎么样？你交闪了。如果我们输过当了马场的话，你放心，当然绝对要叫的，我得稳点，不好意思，稳点。因为当然绝对要讲话了，如果输的话。我可没有刮胡子的闲工夫。确实是这样子，确实是这样子。运吗？
老鼠。哦，兄弟，我真的走了，别这样子，别这样子，我真的要走了，兄弟，我真走了。如果翻身不上的话，我都走掉了，有点搞心态了。真的翻身不上，我真的走了，骗你，我就是小丑啊。翻身要叫我，难道我要卖掉长生吗？不可能吧。翻身跳的话，我不可能卖掉他吧？他你不上，我早就走了。但是兄跟兄弟双排不能换兄弟。等我把别打了，不是。还是得出阴血，真的不出阴血，出那无尽血回不上来。如果刚才出阴血，不查那点伤害的，我感觉不查那点伤害的，我是满血的，我不可能死的。如果不出无尽的话，我上波不可能死的。那凯南我必杀的，而且我血量几乎是满血的，几乎是满血的血。如果不出无尽的话，上波不会死的。好他妈拆！好他妈拆！其实他的伤害很低的，就是卢锡安打的伤害。快起来了，快起来了，有点不好对盘。下波太输，被一波直接喷了，那他妈要喷我。没有那训练不乏能拉扯，不好拉扯。感觉不是不好拉。有这么难吗，兄弟？有这么难打吗？有这么难打吗，兄弟？有这么难打啊？
要不再挑战一把，我想赢一把。